近日，明星权力榜公布了2022剧综人气榜单，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作品独揽榜单前六，这就是演员肖战的实力和影响力非常厉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粉丝们看到这种场面后，纷纷表示肖战的扛剧能力毋庸置疑，非常强势，这就是肖战，这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肖战。据悉，2022剧综人气榜公布，肖战主演的《玉骨遥》、《斗罗大陆》、《王牌部队》、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、《狼殿下》和《陈情令》独揽榜单前六。不得不说，肖战非常厉害了，这样的影响力，试问还有谁？当然，在榜单里，任嘉伦、迪丽热巴、张若昀等优秀演员的作品也都成功上榜，都是观众认可度高的好作品，演员们的口碑也很响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演员肖战的扛剧能力毋庸置疑，非常厉害，给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一直都是肖战的初心，事实证明肖战做到了，还做得非常出色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肖战接下来的好消息越来越多，《玉骨遥》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两部待播剧将要和大家见面，前者确定在七月开播。总之，恭喜实力派演员肖战，这样的肖战有如此好的发展状态，我们并不奇怪肖战能够获得这么多的荣誉和认可，我们不会陌生。肖战是一位清醒且努力的演员，荣誉并不能影响到肖战，更不会让肖战迷失自我，肖战会更加努力走下去，肖战的实力不用质疑，未来可期。